用完全不一样的恒春旅行，就从后壁湖的潮间带之旅开始。它好像那个蓝宝石一样，因为它的蓝你知道是一种很特别的深蓝。张师姐，这个是台风前夕挑战捞鱼苗，难度破表要求救。阿公，走开！有狼！Go Go 台湾玩台湾，带你上山下海玩到翻，请锁定民视无限台。